我们这一次的净空老法师呢，专程携带弟子远道而来，参加澳洲的这一次宗教的一个研讨会议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会议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让您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大家知道宗教团结可以帮助社会安定、世界和谐。这一次的会议，我们也筹备了相当长的时间啊，由格里菲斯大学在协助。好，那么今天会议开始，我们看到了参与会议的各国宗教团体，甚至于来自这个太平洋地区的啊，像中国也都有代表的参加啊。那么主要的这个目的呢，是团结宗教，因为今天整个世界的动乱，确实是由于东方我们疏忽了圣贤的教育，西方也疏忽了宗教教育。那么宗教教育它的内容不外乎伦理、道德跟因果的教育。那么向上提升呢，它有哲学，它也有科学。可是前面这三种如果能够普及，对于安定社会，而带动这个世界的和谐，是很有利的。差不多这个。那我想问一下法师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呢，澳洲的正在受森林大火的威胁。我也听说净空学院已经发起了为这一次受灾人民的这个捐款，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个捐款仍然在进行。所以我也想请法师给我们做一个开始。在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一种心态来面对灾难？怎样平复心灵的创伤，继续今后的生活？这个我们除了这个佛门做这些为灾难地方地区人民做祈祷，我们也希望参加这一次活动所有的宗教都来祈祷。这个祈祷是会产生效果的。我们很有幸能够跟我们的净空大法师做一个这样子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今天的访谈呢，主要是想要了解，从您的开始接触到了现在的宗教，并且想要说剃度出家的呢。这个好像我是在，应该是在49年吧。1949年。哎。我到台湾，那么到台湾那个时候，想读书，想继续读书，可是环境不许可，所以必须自己要谋生养活自己，而且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难。以后知道我们同乡有一位哲学家，也是我们也很仰慕的方东美先生。他在台湾大学教哲学，我对哲学很有兴趣。希望呢，来跟他，希望旁听他的课程。那么我写了一封信，也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那么一个星期，他回我一封信，约我到家里面见面。那么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回答他。最后他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
你会有大失所望。那么我听了这些话呢，当然感到是老师拒绝了。所以首先是出于对哲学的爱好，对，受于家境的限制，对，不错，作为一个旁听生，对，跟先生做了接触，对，不错，由哲学，对哲学的兴趣研发出您对宗教的兴趣，对，不错，嗯，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宗教。嗯，最后方先生就告诉我，看到我那个情况，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一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小时课。所以以后啊，就这么约定了，啊，每一个星期天在他家小客厅、小圆桌，我们一对一的来上课、授课。我这个哲学是跟他这样学的。那么他给我讲了，可以说是，一部哲学概论。所以家境窘迫的不幸反而给您造就了这样一个对一个好的机会。那这种一对一的教学持续了多久呢？持续了个半年。半年。对，嗯，到最后一个单元呢，他讲佛经哲学，所以我就非常惊讶，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是哲学呢？所以最初您对宗教的印象就是和可能很多跟一般人一样，是一样的，哎，认为他误以为认为他是迷信，对，哎，所以根本就不接触，啊。那么这个听了方老师课之后，啊，方老师首先介绍给我，他说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是圣哲，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以后啊，我就把这个对佛教的过去那个错误的看法了，完全纠正过来，啊，那么他又告诉我，他说现在的佛教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的这些法师真有学问，啊，那真是了不起的人。所以现在一般呢，就当时台湾这个寺院的这一般出家人，已经对于经教不太重视了，啊，走向一种形式这样的这个宗教了。所以他说，你要想学，要在经典里面学，就是寺庙里面恐怕学不到，啊，要在经典里面学，这是他指出我一个很正确的方向。那以后我们就逛寺庙了，以前不进寺庙，逛寺庙呢是找经典，啊，因为只有寺庙才有经典，啊，在那个时候佛经在市面上都没有流通，啊，所以只有像寺庙，那么借也借不出来，像大藏经啊，这它成套的不能借出来，那么只有利用星期假日去到了里面去看借阅，借看，哎，借庙里看，哎，好的部分呢，我们就抄笔记，就抄经，啊。那您当时还记得您一共摘抄了多少的这种？有十几部。十几部。哎，有十几部，哎，去抄经，哎，那么从这里就入门，以后啊，确实像方先生所说的，越学就越有兴趣。啊，所以我是从这么样的入门的，从哲学入门的，而且呢，受方先生的影响，把佛教当作哲学来研究。嗯，所以方先生最初像他对释迦牟尼的阐释，让您把释迦牟尼从一个很虚拟的神理解成是一个在哲学方面有很高超的圣贤，啊，不错，不错，哎，嗯，那么。我想很多人呢，啊，他们可能对哲学啊，对佛经啊，都有所涉及，有所阅读，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下决心要出家的。您是怎么样的一种触动或者一种机缘让您下决心？以后这个是我学了七年，学了七年，这个方先生介绍之后没有多久我就认识张家大师，这是个藏传的喇嘛。
那么我们知道以后进了佛教里又学了一点常识了，懂得了这个藏传的是四大喇嘛，在西藏呢是前藏是达赖，后藏班禅，那么在蒙古内蒙就是张家大师，外蒙是哲布真丹巴，他们这四个人呢最初都是宗喀巴的大弟子啊，所以分在这个四四个地区啊，四个地区啊，这个地我们看看地区啊，它教化的地区啊还是这个内蒙还大过外蒙，因为内蒙包括东三省，对啊，这是也很难的遇到的这么一位大师，所以我亲近他，他跟方老师一样很慈悲，也是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所以以后，因为他是专门攻击佛学的了，那方先生到底还是以哲学为主了，还不是纯粹的了，所以我就跟张家大师，跟他老人家三年，所以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那么选择出家呢，也是他劝导我。我们说在他的点化之下，对他劝导我的，他说你还是学释迦牟尼佛好，学佛嘛就学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我们就晓得这一个人，是一个好学，是一个这个求知欲望很强的人，那么他是王子出身，19岁他能够舍弃荣华富贵去寻思访道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动作那么他19岁开始在当时印度可以说宗教之国也是哲学之国他的宗教哲学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我们中国比不上他那么他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他重视禅定，所以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呢，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当时古印度教你看今天有信徒教这个他们历史长远了因为他们没有文字记载，所以传说，从传说当中呢，说他们有10000多年历史，这个我们可以能相信，但是今天世界，公认的，承认它是有8500年历史，那佛教才2500年，它比佛教早5000年，所以您的这个际遇也非常的和一般人不同凡响对，由哲学入门，经藏传佛教的这个算是四大弟子之一的这位大师，对，不错。然后顿生了这个剃度出家的念头，继续专心的研究佛教。我们知道现在净空大法师呢，在净宗界应该算是一代宗师的地位了。所以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下，这个净宗呢和别的不同的教派之间相比来说，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释迦牟尼。他在12年参学之后，那么我们可以说，对于印度的宗教跟学派，他都学完了，他没地方学了。那么从四禅八定这种定功能够突破空间维次，所以这个是那是世界上哪个地区都不能跟他相比的。空间维次突破之后这个六道他就见到了，所以这个不是假的他能够看得到，他能够接触得到那么上面可以能看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不止一层这个古印度教的时候他们都学着天有28层下面可以看到恶鬼，看到地狱，
所以对于这个情形说，他们太清楚了，所以他了如指掌。他是他的境界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看到的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观察世界的角度啊，对，不一样，不一样，不错，不错。那么这个里面呢，至少是有三个问题，因为佛陀好学啊，我们也喜欢这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啊。那这个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啊，肯定会有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呢，那在印度没有答案，宗教里面不能答复，学术界里头也不能。于是他就把这个参学就算告一个段落，啊，在恒河边上找个大树底下入定，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啊，这一放下之后，这就是大彻大悟，啊，所以明心见性，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啊，这个我们就一般讲成道，啊，释迦牟尼佛成道了，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了，啊，见性就成佛了。佛在印度是一个通称，啊，意思就是觉者，真正觉悟的人，就称之为佛。啊，所以佛教实在讲啊，它不是宗教。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觉悟了啊，没错，就是佛，是佛，对，不错。菩萨觉悟，但是没有圆满。啊，没有达到圆满，哎，那这个是阿罗汉呢，是刚刚觉悟，啊，所以他这三个名词，用现在的像学校里面的三个学位，啊，博士、硕士、学士，刚刚受启蒙，对对对，不错不错，他是学位的，学位的名称，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人，啊，他是个觉悟的人。所以我想您的这种阐释可能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打破了佛教是迷信的这样的，对，是我一点都不迷信，他确实如此。那么从此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啊，他是79岁过世的，所以经上常讲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他就教学49年，啊，那么是这个300多会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办班办活动啊，有期间长的有好几年的啊，短的几个小时的，啊，长长短短的时候一共有300多次啊，300多次去这个到49年。那么他走了之后，由于弟子啊集结经藏，就把他所教的东西从记忆里面写出来，啊，整理成留下来做这个经典。那么这些都是他过去他所教学的东西，啊，那么以后啊，这个分量很大，所以一个人要是完全学是不可能的，他太丰富了，啊，比一个大学材料还要丰富，啊，所以后来的这些祖师大德就分成宗派，啊，就分成宗派。我们讲学术有啊，对，不错不错，就分成宗派。那一共在中国是10个宗派，总共10个啊，十个呢，到唐朝中叶之后啊，有2个就失传了，就没人学了。小乘2个宗，啊，陈氏宗、居士宗，现在很多连这个名词一般人都不知道了，嗯，啊，那么大乘8个宗，这是一般中国人都知道的。或许这2个名词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在一些神话故事中啊，还有包括《玄奘取经》里面呢，有听说过小乘和大乘这些名词啊，对，也不错啊。现在已经很少，对，你知道有小乘，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宗派。对，啊，小乘2个宗派。那么现存的这些宗派都是哪些呢？现存宗派的时候，在中国最普遍的是禅宗，净土宗，这是最普遍的啊，对啊。另外就是有华严，啊，华严叫显首宗，啊，有天台宗，有三论宗，有法相唯识宗，啊，有律宗，啊，那么这个是普通的
大家所熟知的，嗯，啊，这八大宗。那么日本有13个宗派，嗯，所以每个地区啊，它分的不一样，对，啊，在中国大乘八个宗。那净宗就是这中间的。净宗是净土宗，是八大宗之一。嗯，啊，那它和别的这另外的七个比起来啊，嗯，它的不同之处和它的特点在哪？不同之处是它所采取的这个经论不相同。嗯，啊。你比如贤首，他专学华严，以华严为主，与华严有关系的经典呢，则作为选修的。啊，天台宗呢，它是以法华经为主，啊，三论宗呢，它是由悖论，啊，中论，啊，跟这个以这些，啊，以这个三部论，啊，这个，那么净土宗呢？它是三部经，所以很分量最少，也最容易啊，所以它普及比较广啊。它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再叫大乘无量寿经啊。所以是对对，很容易，它分量少嘛，三部经印起来就薄薄的一本嘛。我们可能跟现在年轻人解释起来，他们这样就更容易理解啊。对，好像你选修的不同学科啊，没错，你有必须要学的这种必修科目，对，还有一些是选修科目啊，对，不错哎。那么这个宗派不管多少啊，所以佛家常讲呢，84000法门啊，门是门径，法是方法啊，确确实实是能说得出数字出来，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啊。可是。法门再多，走到最后，你要见性了，只有三个门啊。好像我们这个会所，你看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啊，无论从哪个地方来的，进到这个会堂只有三个门，三个门无论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啊。那么这个像信宗、禅宗。他们走的是觉门啊，就是要大彻大悟才能进得去，这很不容易，这个是要真正叫上上根人，那天才儿童，他不是普通人能够进得去的啊。那么另外除禅宗之外叫教下啊，教下呢那就包括这个其余的七个宗派啊，都叫教下。教下呢他走的是正门，就是正知正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有错误，都把它修正过来。那修正的标准就是经典，啊，那你要肯定佛所讲的是正确的。我们想的跟佛想的不一样，我们是错误的，他是对的，必须依照他的这个教诲。修正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那戒律呢是行为啊，我们的言行要以戒律做标准，这是要肯定老师是一个觉悟的人，我们还没有觉悟。其实这就好像是在西方里面也有对应的说法，像您刚才讲的，我们普通人的一些小聪明，可能我们自己以为很聪明，在佛也就是看透悟透的人来看，那些是很愚蠢的一些想法。这就像西方他们讲的嘛，我们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好像是类似的一种的表述啊。对，我们也在您的资料里面呢，就是读到啊，说其实我们的净空法师是一个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教派都很多研究和涉猎的一位宗师，甚至您还得到了印尼的伊斯兰教的这个学院为您颁发的荣誉博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位啊。那我们就想知道，您对这么多宗教的不同宗教的研究您觉得这些宗教之间有没有什么共通和不同的地方？共同地方太多了。那我们就不讲共同的，我们先讲不同的。不同的只是在形式。所以首先要知道在这个对于整个宇宙生命的解释以佛经讲得最圆满最究竟，所以方东美先生说它是最高的哲学。
那么我们通过这半个世纪，我学佛今年是58年了，49年。哎，对，58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发现，不但它是高等哲学，它还是高等科学。啊，今天科学跟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在佛经里头。啊，像宇宙起源，啊，生命的起源。啊，物质跟精神现象的起源，他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认为这个佛经的阐释是最为圆满。哎呀，圆满，非常圆满，因为他用的方法跟科学家、哲学家不一样，他用禅定，用累积。用禅定，禅定就是用最清净的心，啊，你去感受，啊，如果你心地清净，你什么都明白。啊，你心地里面心会动，啊，极其微细的这个波动，就影响你清净心，你的心就不清净了。那么你对于外面一切境界，你的看法就会产生错误，啊，你的思考也会产生错误，啊，所以你只要清净到一定的程度，没有思想，所以没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佛的境界，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讲的无欲则刚啊，对，比那个还要深，还要讲得深，所以是这个佛告诉我们，他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我们可以说是最圆满的人，啊，没有任何欠缺，智慧圆满，德行圆满，才艺圆满，相好圆满，那这些就讲绝了。啊，每个人，他说每个人都一样的，平等，干净善良啊，对，不错。只他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本能丧失掉了。所谓执着，是不是就是现在给很多人带来困扰的所谓拿不起、放不下、抛不开？对，对，不错。哎，你心里面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贪嗔痴慢，啊，你想控制，你想占有，这都是执着，这都是占着。其实这个东西全是假的，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如果我们通过学佛。通过研读经书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沉淀下来，清静下来，变得回归到我们的本性，没错，智慧，没错，善良，没错，就解决了我们现在存在的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对，对，是不是就是您在您的这个心得里面所提到的，利用佛，利用我们宗教之间的这种团结，利用这种对人心灵的再一步的净化和教化，来解决人之间的冲突矛盾，甚至消灭战争？ 对，不错。不错。那我们之前也看到啊，像去年的整个这一年里面，中国的汶川遭受了地震，现在的澳洲呢正被森林大火所侵扰，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昆士兰州呢，之前也被洪水造成很多的居民无家可归。那面对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您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心灵上的开解？能不能指导一下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种心态来对抗这样来自外力的一些伤害，重新建立起信心，继续我们以后的生活呢？这个问题，所以佛法呢，真的能解决问题，而且不难。可是，如果没有信心呢，那就什么都说不上。所以最主要是建立信心。最重要是信心啊，信心是。太难得了，啊！你说我们对这个佛教产生的误会，如果不是碰到方东美先生，我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啊，那对方东美先生，我们是尊重老师，老师绝不欺骗人。啊，尤其是我跟老师啊，那个时候的关系，啊，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同乡啊。啊，我们对他的仰慕了。我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清苦，对
对老师是一分钱供养都没有，他是义务教我的啊，所以他怎么会欺骗我呢？啊，所以我对他的话的时候是完全能相信，没有一丝毫疑惑，这样子他给我带进门来啊。所以这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这物质环境是随着人心在改变啊。所以我讲经的时候要常常告诉大家啊，那西方有个极乐世界，这是修净土的人他所心之所向往的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同，没两样。为什么佛在经典介绍的那么美好，那什么灾难都没有啊？什么原因呢？人心好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出介绍说出那个地方，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那人心善，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个杂念，所以的山河大地都变得非常之美。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善良，能够纯净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人，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对对，不错。哎，所以佛在经上还讲得很具体啊，像水灾，水灾是贪婪贪心形成的啊，火灾包括我们地球温度的上升，是嗔恚，它的因是嗔恚啊。风灾是愚痴，地震是傲慢不平，是这个造成。如果说是我们能够把贪嗔痴慢通通断掉，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这灾难，你能相信吗？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嘛，这是宗教，这是神话嘛，这怎么可以相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对噻，所以这个就难了。你看明明这一副药方是很能够治得好的，他不相信。但是我们在经历了这些灾难带来的震撼之后啊，我觉得依然可以从这些，就从您讲的话，从佛经里面找到启示。我们首先要建立信心，对，建立起继续生活下去，建立起重建和对抗的信心。之后呢，我们有了新的环境之后，要戒掉这些嗔贪痴慢，戒掉这些杂念和欲望，然后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沉静下来，对，我们生活的就是一个极乐世界。不错，只要我们能够看透悟透，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成佛的能力。对，不错，对吗？不错，是这样的。那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净空法师能够跟我们做这样一个交谈，给我带来的启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对，不错，所有宗教啊，内容大致是相同，啊，所以我总结这个佛教经典里面所讲的，他讲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啊，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啊，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他是讲伦理是讲关系，啊，那么他讲道德。道德是怎样能够跟这些关系处得最好，这是属于道德啊，讲因果啊，那后面就是讲到高等的哲学跟科学啊，总不外乎这五个。那么其他宗教也是讲这五个，这里面有浅深差别不同，有的讲的比较浅，有的讲的很深啊，就像办学校一样，有的是小学程度，有的是中学程度，有的是研究所程度，有的是博士班程度，它不一样。那我们想问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净宗学院呢，它属于哪一个程度？现在说程度就很难讲，为什么呢？你今天到哪里去找个学生，没有自私自利啊，没有是非人我，没有贪嗔痴慢，一个都找不到啊。那这个净宗学院呢，它招收学生有没有一些标准？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进来进行一个修习？对，现在的是我们也没招生，但是我们所办了一个网络学院，网络学院现在大概有10000多学生，用远程教学，给那些只要有心向学啊，对，远程教学，这个是做成功了。那么我们学院里面呢，
时宗就是想的要培养老师，培养老师也就很不容易去找啊，我只希望能够有10个8个就不错了啊，再多不太容易找到啊。那么去修学期间要十年，一门专攻，我们中国老祖宗常说的常识熏修一门深入，学只能学一门，不能学太多，一门学通了，门门都通。哎，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想请教您。您既然讲到专修和专攻，但是您本人呢，又学又对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宗教都有所研习，这中间您不觉得有一点矛盾吗？不矛盾。你还是先从专下手。你专通了，然后其他的一接触就明了了。我在印尼，我也今天也举了比喻，印尼五个宗教，国家承认五个宗教。他们一个回教的学生就问我，他说我们宗教都不一样，怎么能够成为这个好像能够成为这个联合起来了，我们讲的多元文化，它怎么能够多得起来？我告诉他，我说你是伊斯兰，你就专门研究伊斯兰经，你研究到这个地方。还是五个，可是如果你研究到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是一体了，所以你得有深度，再深度，深到究竟的时候，万法归宗。对，可能这就是您讲的，所有的宗教的根源是共通的，所以呢，只要把一门专修进行到底，到底，就是我们现在然后就通了一句话，把一门进行到底，然后研究到根源，你就可以找到共通的那点。通了之后，你一接触，全就明了了。你不需要去研究它，你一接触，你也看到它，听到它，接触它，全通了，没有一样不通。我们也今天发现，我们的老法师啊，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了，可是很多方面的，比如说他跟我们推荐了这些网络上面的教学，用这种最现代、最可以说是最与时俱进的方式，帮助更多有心研习的人去接触这些佛教，学习他们想学的东西。而且还用很多和我们年轻人最接近的方式去阐述这些教派里面的特点。我觉得法师是一定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来接触宗教，研习这个宗教。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对宗教的这种学习的。对，这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今天也提了，用中国的文字来解释宗教啊，解释的真叫天衣无缝，太好了。你看这个宗这个字，在中国的意思。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受尊重的，这才称宗。教就是教育，就是教学，这两个字连起来，这是重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主要的教育，是被一切所遵从的这种教育。你这个意思多好啊！我觉得法师不仅是对宗教这两个字看得很透，而且一直在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两个字。您刚才就提到说您的净宗学院是想要培养老师，让他们通过10年的专修出去教化更多的人。对吗？因为现在确确实实是最令人忧心的是没有第一流的老师。这个是儒释道都没有，那我们看看其他宗教也都缺乏，这是真高级的老师啊，所以培养老师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培养老师，学生要很有耐心，他要有德行的基础，没有德行基础培养出来没用处啊，所以要有很好德行基础，然后有10年专攻，才能收到效果。
所以我们也从您这边了解到，如果想要在宗教方面有所建树，恒心和耐心是必不可少的。对对。而且其实我们学习任何的自然科学也好，人文科学也好，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的美好。宗教如果通过对宗教的研习可以让每个人的心灵变得纯净善良，那我们的世界就自然变得很美好的事情。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宗教是最重要的。对，不错不错不错。嗯，不错，谢谢法师今天能够给我们这样一席长谈，沉淀我们的心灵。 好，谢谢谢谢。